Let's go。当初其实只是想念商管类别，但是就是一个五天，然后不小心就填到了实践大学的行销系。那其实念完四年之后，发现念这个科系感觉还不错，至少学到了还蛮多商管类的知识。开心有这次的实习机会，因为我以前真的没有打过工，所以对职场这件事还蛮恐惧的，觉得未来毕业后到底要做什么。但是因为有这次实习，我就了解了百货业，之后未来我就可以知道我到底适不适合百货业，如果适合，我以后就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前进，之后也会对未来比较有把握这样。我为什么会来念实践大学，其实是误填，因为我原本是想要读社工系，然后在意外之下就是进了行销管理学系。可是来念了之后发现，其实行销还蛮适合我的，就是从各种做报告，还有就是到就是四年下来，就觉得其实行销是一个很棒的选择，而且是现在职场上的趋势，所以我觉得来念行销系是个很棒的选择。当时因为在产业上的话，会生产但是不会卖花，那去读 EMBA 呢，当然这个在行销系的支持之下的话，在行销方面会让我们开拓国际市场，那在行销方面也比较有多的变化，也知道怎么着手，所以说对我们往后的产业的获利率的话会增加很多收入，这是我去读行销系 EMBA 这个课程的最大收获。Just close your eyes, I'll be who you want me to be. You're not my girlfriend, so let's just pretend. Let's just pretend tonight. I know better than to fantasize about me and you and all the things that we could do.我推荐大家来就读实践大学行销管理学系，系上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，而且老师会很积极的去寻找优良的厂商，让同学在进入职场之前就可以先有学习的机会，让你可以累积工作经验，而且可以拓展自己的人脉。来实践大学行销管理学系就读，一定能让你未来在职场上升迁加薪一路顺顺。实践大学竭诚欢迎你的加入。So let's just pretend, let's just pretend tonight.